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？我看到一个人那个脚啊，晒在那个一个桶状物里边啊，一个桶状物啊，桶状物那个是一种很原始的抽水机，不是用电力的，也不是用机械的，就是有一个东西，一个棒棒在里边晒的时候，前面有个像帽子一样东西啊，就个一个圆筒啊，本身是个圆筒。圆筒里有一个东西呢，那个软软的，就像一个活塞，一个活塞啊，拉上拉下可以抽水的啊。哎，对，抽水的。然后呢，现在我看到你的脚啊，晒在这个活塞里边啊，你脚上上下下好像帮它抽水啊，就是用你的用你的那个脚板的下面那个，但你那个脚不是圆的啊，好像你那个踩下去啊。本来那个抽水呢是前面做了一个像活塞一样的东西，但不是金属的，那个你早年没有，哎，早年也没有橡胶那个时候，好像用布啊缝起来的，一厚厚的布啊，像鞋底，半个鞋底的厚度。早年不是人家那个手工缝的嘛，鞋底啊，鞋子啊，大概厚度呢半个鞋底的厚度，用这个东西啊，在那边踩，然后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个老农啊。戴着那个头巾呐、啊，山西一带的，好像那个山西一带的啊，那现在出现那个地道战了哈、啊，那个地道战，然后那个这个，我说抽水一样那个东西啊，那个同地道战有关啊，那个老农就是在研究那个挖地道。在研究挖地道，我不知道是地道里有水了，要抽水呢，还是什么？反正我看到一个地道啊，一个管子。一开始看到个管子，现在看到那个老农戴着的头巾呐、好像那个在山西那一带，一个老农正在研究怎么挖地道。然后你的脚呢是塞在这个桶状物里边的一个桶啊，像当抽水机一样在抽啊。但你脚下面不是圆的，是那个一个长形的嘛？长形的话，你只有脚。往下塞的时候，水冒上来一点，但没有冒到面上，也就是说，你脚往下一踩，桶里面有一点水的话，就往上涌，哎，实际上就抽不上来的啊，哎，还是反复叫我讲这个事，一个圆筒，你脚里边往下踩的时候，就是你腿和脚的那个体积啊。站起来的体积啊，把这个水顶上来啊，只能有那么多啊，只能有那么多，只能有那么多，也就是说，还有，你往下踩，肯定有这东西上来了嘛，你往下踩，肯定有东西上来嘛。现在开始挖地道了，你说挖地道那个泥到哪里去了？挖地道的泥到哪里去了？哎，你有泥挖出来的话。敌人不是看到你有泥挖出来，不是就想到有地道了？这个就最简单的逻辑啊，就像你一个抽水桶里边，你脚往下踩的时候，水就上来了。因为脚有体积的嘛，你这个脚的体积就把水浮上来了，一动就有痕迹，一动有就哦，第一个进来告诉这个意思，就是你脚往下踩再有体积，就有痕迹。那么老农在那边，挖泥的时候，就泥。现在刚才那老农是在面上在挖啊，还没到挖到地下去的，面上在挖，挖就有泥出来，挖就有泥出来。后来挖到地下去了，你挖多少就有多少泥出来，挖多少多少泥出来。你说泥放哪里去了？泥放哪里去了？哎，泥怎么处理？哎呀，现在那个后腿那个地方也后下腿啊，也在肿啊。你怎么处理？你怎么处理？哎，你说，假如我是日本鬼子的话，我就看你在哪个地方，我就知道地道在哪个地方。假如我是日本鬼子的话，我只要看你在哪里，我就知道地道在哪。哎，这个泥呢，是地面上。同原来不一样的一个镀出来的泥啊，镀出来泥的痕迹，你没地方放啊。那个地方还不像那个不还不像那个长江三角洲那边有好多河道的，你可能把那个泥是丢到河里就不见了啊。
那个地方又没有那么多河道什么之类的，你挖出来就挖出来，你没地方藏的。嗯。哎，你说我怎么从来没想到过这件事情呢？我怎么从来没想到过这件事情？哎，你说尤其拍电影的人，怎么从来没想到这件事情呢？什么？尤其是拍电影的人，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？哎，你说，哎，那个后下去啊，我给你看，现在可能这个现在的症状有可能是前两三次的症状啊，现在在这里呢，我不知道今天。是这里。啊，对，今天。哦，那就是还是今天的事情，不是前两三天的事情，因为我们那接下来两三天有时又有事情就耽误掉了，又有事情耽误掉了就晚了几天啊，那边就痒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对痒。哎，你说我现在在怀疑到底有没有地道战这回事啊？嗯，我现在怀疑到底有没有地道战这回事。哎，这个到底有没有地道战这回事啊？哎，现在是啊，你挖出来的泥到哪里去了？现在不只是针对电影这回事了。现在我想到这个电影当中原型，电影当中原型就讲到了挖地道的事。那么我现在这么一想，挖地道好像也不太靠谱，好像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的。我现在我一想呢，突然反应过来，好像也不太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了。哎。你说，我现在已经根本搞不清到底是电影在造假呢，还是现实在造假呢？嗯，我现在搞不明白到底是电影在造假还是现实在造假。哎，你说我现在搞不清楚啊，是电影在造假呢，还是还有那个现实在造假？我现在搞不明白是电影在造假呢，还是现实在造假？哎，这个时刻我看到那个。地雷战了啊！地雷战，哎，你说地雷战，我认为确有其事啊。地雷战，我认为确有其事。哎，因为啊，我看到过一些文章。因为我看到过一些文章。哎，他说他们描述的就是在村口埋了地雷啊。哎，然后嫁出去的那媳妇回家了啊，从娘家回家的时候，噔，踩到地里就炸死了，或者扎掉的腿啊。然后嫁出去的媳妇回娘家了，然后踩到地雷，被炸死了。哎，对，从娘家回来的时候炸死了，这是一种情况。从娘家回到自己，哎，应该叫娘家就是父母家啊，就回自己家，就回原来的家的时候，因为，哎。哎，对，回娘家嘛，对，没错，是叫回娘家，也就嫁出去一个，因为离开自己家有一段时间了嘛。回家的时候，他不知道那边埋了地雷了，把他那个炸的是自己人，而且描述的基本上是炸的什么呢？炸了九个自己人啊，只中国人啊，炸了九个中国人，只炸到一个日本人。然后描述的是炸了九个。中国人只炸了一个日本人，哎，也就是这个地雷弹描述的是自己打自己，基本上。嗯。地雷弹真正的情况就这样，有人评价，有人在网络上讲这个事情啊，你说我认识当中地雷弹确实有这样的事情，因为有证人的嘛，证人就描述了这个的后果嘛。哎，所以啊，而且日本人是有那个探雷器啊，他们。不会稀里糊涂，一条公路上面走过去，一看那个泥同原来不一样的，他马上下来用探雷器探一下子。嗯。但老百姓呢？老百姓看到那个异常的话，才不管那个事呢，直接踩过去扎到的都自己的。啊，你说地雷战，确有其事啊。地雷战确有其事。哎，但电影当中讲来讲去，炸的全部是日本人，从来没说炸了自己人。然后啊，这个时刻，我看到那一棵老井呢，那个老井一边井那个原来摇绳子的嘛啊，那个原来在红高粱里边大概也有这样的镜头啊。原来我以前临拍当中拍出来一个人是河南的，他儿子，17岁的儿子高中生，把自己的爷爷给杀死了，
哎，有这么一个人，然后我在排给他那个案例当中就发现，人家那红高粱里的那个镜头也是假的啊，红高粱啊，还有地雷战、地道战什么之类的，都假的啊。然后那个贾律师来了以后，然后，当然了，他那个这个小孩子，这个把那个自己亲手把他的那个亲爷爷杀死了。来临牌的时候呢，是妈妈和小孩的外婆，就是妈妈和妈妈的妈妈一起到我现场来临牌的。哎，第一大原因是那个，是那个妈妈的妈妈，就小孩的外婆啊。在文革的时候，红卫兵呢，把那个庙给砸了啊，把人家庙给砸了，把人家坟墓给砸了。毛主席那时候不是叫那破四旧嘛？破四旧的时候，把人家墓给砸了，砸了以后，那个灵魂就扑到这个小孩身上，这是一个原因啊。另外一个原因呢？哎，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地道战、地雷战，还有那个叫红高粱啊，哎，都瞎扯。红高粱里面又说那日本要打过来了什么之类的啊，就纯粹在瞎编瞎凑啊，就那个情节，你就即使有这样的事情呢，移花接木或者逻辑性也不对啊，尤其是那个地道战啊，即使有地道战的话，那么你到哪里去了啊？今天提出来一个问题，你到哪里去了啊？而且。再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从战略战术的角度来说，你那个地道战只是一个防御，而不是进攻。你防御成这个防御，怎么能战胜别人呢？这又是一个问题啊！就是说，能够靠个地雷战，看一个地道战，能够承担起中国那个，现代这些说那个叫抗日战争，应该是叫中日战争啊，或者叫日本侵华战争，可以这样说啊。他就一上来就是抗日战争，那抗日战争这个词也是后来来的啊，一开始不是肯定不叫抗日战争了，先进来再有抗嘛。他直接叫抗日战争的话，那意味着这个东西你好像变成我们主抗就是对抗的意思啊。那么抗日战争就是中国主动对抗日本去了啊，一上来就是我们对抗了日本人，日本人又打过来了。首先这个抗日战争这个抗日两个字就不对。带有很强的浓厚的政治色彩里面啊，表示反击的意思啊，本来是表示反击的意思，当你回过头来一想，这个词啊可以说招惹反击，有时间的嘛，反击你可能是后来才反击啊，但你加了个这个抗字啊，实际上他要想描述的是后来对抗了啊。那么我们不看时间的抗日战争，抗日就对抗嘛，我一上来的起因就可以说对抗，你对抗日本人的时候，日本人开始反击了，战争这样引起了，那么这么来一个这个词就不对了嘛，是吧？起名字就起错了嘛，应该叫中日战争，或叫日本侵华战争。如果说日本侵华战争的话，很明确，他们侵华在先，啊，很明确。即使有抗日这个的话，抗在后。现在的抗日战争很明确的一个侵华这个源头抹掉了，哎，确实也是写历史的时候故意把这个起因把它抹掉了。起因的话，要讲起因的话，要从清朝开始讲起啊。清朝的时候，俄罗斯在中国东北占了好多的土地，清政府一定没办法。哎，后来日本人找了清政府，他说我出钱出兵，出钱出兵出武器啊，就一切我承担了。然后我把那俄罗斯那批人呐、入侵的人赶出去。如果我赶出去的话，那么我又享有特权。哎，清政府说行了，这也挺好的。那个俄罗斯毕竟是个大国啊，他侵占下来我是没办法的。日本是个小国，而且不接壤，你来了以后，你还会走的啊。你要有点太强的话，也是有期限的啊。应该来说，过了一阵子也走了啊。他这么想的，这是一个合算的买卖，无论怎么样是值得做的。你俄罗斯你不把他赶出去的话，你是永久的一个祸患的。互换啊，在那边呢、那么叫日本去干这个事情的话，哎，他想着他再把日本赶出去也不是那么难的，总比俄罗斯好过吧？哎，同意了啊，他们签了协议，同意了。哎，后来孙中山说闹革命了，蒋介石在他干事情的时候推翻一些不平等条约的时候就不承认了。那人家毕竟是死了那么多人，出了那么多力，那么多财，你说要把他赶走就赶走了。哎，这就是人家我们所说的，没有那个区别精神，就是承诺的事情做不到嘛，那日本一老虎就打过来了呀。哎，
哎，这叫这个叫起因呐、啊。他为了表明叫抗日，看看呢，他就把头给掐掉了，把起因给掐掉了，只看到后面，打，或者呢放一段，人家呢，讲来讲去讲那个七七卢沟桥事件啊，关键问题啊，七七卢沟桥事件后来就，人家又出来讲了，当事人也回忆录当中也想了，当时就共产党两边放枪啊，两边放枪以后，然后两边打起来了。他自己溜走了啊，这样就起因啊。卢沟桥事件是这些共产党自己干的，放枪是共产党自己两边放枪，然后让他们去混战去，那这样来的呢。关键问题那个，我这边图片还有那个这个当事人，回忆录当中就写到了这个，所以那个那种历史啊，就故意把真实的历史啊模糊掉了，模糊掉以后呢，然后呢再通过那个电影来把他洗脑，反向洗脑，哎。人家就永远不知道这个历史了呀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看到一根绳子啊，从井底拉出来呀、啊，拉出来，井底也，你说啊，那个真相啊，已经藏到水底下了。那个真相已经藏到水底下了。也就井水的水的下面藏着，人家永远挖不到，永远不知道。人家看到的都是经过美化的，然后呢，经过那个。加工过的都不是真实的，你说啊，这么说来，我比我看得多，就凭着今天这几部电影的话，就感觉啊，通过电影呢、啊，一直在跟人们在洗脑啊。啊，关键问题，人们在洗脑的时候，不知不觉也跟从来没有提出过它的合理性来。关键的是，人们在不知不觉的洗脑中，也没有提出它其中的不合理性来。啊，首先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啊，你挖地道战，挖地道了，肯定有泥出来。泥藏哪里去了啊？哎，这个一讲就知道那是啊，一讲就知道是假的嘛。另外一个地理站，哎，人家出来作证的人呐、啊，炸了九个中国人，只炸到一个日本人。哎，你说这样的赔本买卖能够把日本战胜吗？所以啊，后来讲的那个共产党是抗日中流砥柱的时候，就地理站、地道战，那经典的就地理站、地道战。哎，然后到了那个讲红高粱的时候，还再把共产党隐形的再美化一下子啊！哎，连这样的戏当中还要不忘记要掺点料在里边啊，还要掺点料在里边，东一个镜头西一个镜头，那个红高粱很多人看不懂啊！实际上都故意在往里面掺东西，不相干的几个事情掺到一块就搞不明白了嘛。所以啊，越是要做搞假历史的时候，越是要让人家有点搞不明白。这样才好移花接木。你很严丝密缝的那些真正研究历史的人，他们会把对每一个疑点、每一个衔接点都要搞明白。有件事情衔接不上，一个细节衔接不上，那些历史学家就要去考证，就要去询问当地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他们害怕就这个，所以故意搞得模糊点，故意搞得模糊点，搞得人家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，把那洗脑东西嵌到人的脑袋里面去了啊。哎，你有什么话要讲吗？就是这几天这个电影啊，都是我们这个之前一直看的。嗯。然后是它是滚动播出吧，就以前。啊，是吧？啊。这些电影。哦哦。难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信息跑你身上呢？哦，现在你告诉我，他们在滚动播放，哦，在滚动播放，啊，他们这差不多这个从前两三天开始的，你那信息啊，然后直到现在就没停过嘛，也就是基本上就是，
你布的厉害，我们这边肌肉的它的那个造假厉害啊，肌肉假裂是厉害。原来要像没有那么密集的信息进来哦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。你这么讲以后，我就知道原因，我一直在想这个原因，小时候嘛，这些电影就滚动播出啊，你电视一打开都是放这个，那闪闪的猴星啊，然后小兵张嘎啊，地道战啊，地雷战啊，都放这个，啊，对啊，滚动的播。嗯。就这样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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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了，哎，没有了，哎。